今集同大家介绍嘅就系位于港岛区嘅君豪峰，位于港岛鲗鱼涌英皇道856号，2019年入伙，一梯16户，合共464个分层住宅，属于区内极新楼龄嘅盘源之一。单位实用面积介乎193至451尺，坐拥3.3米以上嘅高楼底，间隔分为开放式1至2房不等，供应以一房户为主打，占项目供应量超过50%。配套方面，项目设有过万尺嘅住客会所，提供包括20米园林式室外泳池、烧烤区、宴会厅等设施。整体超过20%都是绿化带，而且屋苑背靠宝马山，又近鲗鱼涌海滨公园，上上下下都好多活动选择。生活配套方面，屋苑基座设有少量餐厅，附近坐落多间食肆及民生商店。交通方面，君豪峰邻近港铁鲗鱼涌站 C 出口，只需要步行几分钟就到㗎啦。同时在英皇道有电车和多条巴士小巴路线往来港九新界多个地方，交通十分方便。屋苑所属的14校网亦都是东区受欢迎的校网之一，有多间全港排名100之内的小学，例如香港加洛萨学校、北角循道、卫理两间小学，以及太古小学等等，质素不错的。君豪峰兼具民生和时尚两大优点，配合名牌校网，揀楼的你又怎可以错过呢？今集介绍是这么多，想知多些记得联络美联物业啦。